幼儿园外紧急清消，不少学生家长赶过来。桃园巴德加贝尔幼儿园传出紧急停课14天，设立筛检站，家长赶紧来筛。对，然后小孩子一个多礼拜没有来了，今天才通知我们家长确诊。孩子现在不能打疫苗，所以我们也只能够我们自己先打满，先打油这样子。孩子没抗体，家长只能加强防护。另外，中立国小25号再停课一天，目前接触有待调查。另一头，远雄自贸港区甲址园区开始进行员工二采，包含雅旭、红白两家公司没被框列或居隔的员工及其他公司自主健康管理的员工，通通都得来筛。远雄自贸港区群聚案持续延烧，24号雅旭新增2名确诊案例，也让群聚案确诊数达到102人。甲址园区被列为疫情红区，3000名员工得二采三采，确认没有感染疑虑才能复工。而甲址园区外的货运站视为风险区，扩大采检持续进行。远雄自贸港，我们扩大设置了采检站。那昨天一共采检了4235位，那么全数都是阴性。透过采检一一揪出感染黑数，风险区虽然还没有传出确诊案例，但甲址 AB 两栋红区恐怕还是没这么乐观。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就强调，二采一定有阴转阳出现，整个自贸港清零也至少需要3周。专家黄高斌更点出，至少要观察2个潜伏期28天到2月18号后才比较安全。我们看的指标一定是社区最后暴露在风险。往后抓14天。专家认为，如果持续有不明感染源发生，恐怕就要做好升级准备。桃园除了扩大加强采检，也得加紧疫调，厘清任何的可能接触。记者张佩姿、陈正茂、刘志展、SNG 采访报道。